这个插线电源转接线啊，电源转接线插上。这个是声音转接线，通过的，它是加装过的，是插在这里啊。它这个位置，然后把它给拿下来，跟这个对上。原车显示屏的头，这一原车显示屏的，它是本来是在上面的。哦，这一组线上来有一个红白头，我们的这一条线的输出音频线，输出插上。刚刚好过程，刚刚好过程了。那个屏，这是收音界面，让我们大屏导航的声音。